据媒体报道，音乐界 CP 塞琳娜·戈麦斯与威肯两人交往10个月后已经分手。当时有粉丝发现，威肯取关了塞琳娜的母亲及她的朋友，没想到确实是分手了。知情人士透露，近几个月中，威肯忙于巡演，塞琳娜在纽约拍戏。尽管塞琳娜不停奔波，尽力去参加威肯的演出，但最终二人关系无法继续下去。不过两人仍有保持联系。至于此前塞琳娜被拍到与旧爱贾斯汀·比伯进餐去教堂，有内部人士透露，两人并未复合。